咕咕猫的行李箱。谢谢 Rain 的行李箱，谢谢 Rain。谢谢，我也不知道。谢谢 Kira 的行李箱，谢谢 Kira 的背包。在咕咕猫的背包，我在吃什么？我在吃什么？我在吃我今天的第一餐。大家觉得这是什么？你们觉得这是什么？你可以猜猜看。看起来还蛮好吃的，因为是今天的第一餐，所以我很开心。只是想吃东西，不想讲话。
谢谢帮我寄的行李箱，谢谢。谢谢本人的一封信，没错，是我的第一餐，没错，就是韭菜盒子。那你很会猜。哦，我喜欢这个，我喜欢这个礼物，好可爱哦，谢谢。谢谢草莓奖的 Purple Cat， 谢谢，我喜欢这个礼物，我觉得很可爱。谢谢草莓奖，好久不见。什么？你说我在吃可爱，可爱吃不饱的。今天就是要大家看我吃播，好不好？
都要先看我吃播，大家可以去买东西看我，跟我一起吃播。啊，大家没有播，跟我一起吃。我记得很清楚，我今天12:44的时候起床。那因为我是刚睡起来，是忙一整天，忙算是有忙嘛，没有忙就是有事，有事所以比较早起。但我现在很想睡觉。我从刚起床我就很想睡觉，可是我刚起床之后，我本来想要继续睡，但我睡不着，然后就算了，不要硬睡。那大家不要，但我觉得大家应该也不会啦，大家应该不会饿肚子，大家不要跟我一样，吃饭的时间这么不固定，胃会坏掉。我感觉我的胃好像要出问题了，那应该是不会了。希望他不会出问题。你很活泼。今天是慢节奏台，大家可以好好放松。大家可以，今天是树懒台，随便取。大家可以说说最近的烦恼，或是说说最近的快乐的事情。大家可以分享大家的想分享的事情。我讲在讲什么废话？没错，今天是素懒台，因为我要吃东西，哈哈。慢慢回复，慢慢吃。下午没有饿吗？我大概现在几点？现在6点，我大概5点、4点的时候有饿，但是。我刚刚还没讲完，因为我睡前都会，就是我没吃东西的时候会戴牙套嘛。因为戴牙套其实就是你为了那个，它广告很多哎、欸。等一下、喔，我今天讲话也会比较慢，因为我要当树懒。大家也可以慢慢留言，慢慢看，这样子。今天就是当一日树懒，2小时树懒。我还没讲完，就是呢，因为戴牙套要拆，就是戴牙套会有。进度的问题。
慢，怎么那么累啊？然后呢？我睡着了。然后呢？这些东西要把牙套拿下来，对我来说蛮麻烦的，就是很容易嫌麻烦那个。就是能越方便越好，但是为了牙齿的进度呢，你还是时间戴牙套的时间还是一定要有规律的挤那些时间。对，所以有时候我会不饿的时候就会一直戴着，为了让我的牙齿有戴牙套戴到一定的时间，不然我很懒得拆完牙套吃完饭又去刷牙再戴回去，就是看能忍到什么时候，所以有时候会为了不想拆牙套，所以就不吃饭这样。现在有没有睡着？现在吉米兜的念礼物的时候还是会恢复正常啦。对，大家记得慢慢送礼，慢慢留言。谢谢吉米兜的汉尼奇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吉米兜。谢谢大家的魔杖，谢谢大家。刚刚有很多人送魔杖，我没有念，谢谢大家。我不会知道睡着，我还是有一点，怎么讲？那是什么？专业？我还是有，直接脑袋也变树懒，还是其实树懒很聪明，跟树懒说对不起。哦，大家知道无尾熊很笨吗？无尾熊好像最笨的。那无尾熊，大家有看过无尾熊？无尾熊。对不起，大家有看过无尾熊的脑袋吗？无尾熊的脑袋是很像果冻的样子，因为无尾熊的脑袋上面都没有皱褶。慢慢讲话也很累。无尾熊的脑袋都没有皱褶，就是等于无尾熊就是不思考的意思。所以他很笨，就是如果你要骂人的话，你可以骂他，你是为什么骂他？对，脑袋上皱褶越多，好像是越聪明嘛，好像是吧，越会思考的样子。快乐的事是帮
朋友过生日，现在能聚在一起觉得很难得，这真的很快乐。我最近前阵子才跟朋友吃饭，国中的朋友，我也觉得很快乐。这是朋友的魔力。大家知道有一句话，忘记是谁讲的，他就是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人，他说朋友能减轻痛苦，增加快乐。为什么会记这一句话，记得那么清楚？而且我记得他是一个伟人讲的，是因为小学的时候有一个作业是要找最喜欢的什么名言佳句之类的，但反正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最喜欢的名言佳句，然后随便上网查，然后就看到就哦好啊，然后就写下来，然后就记到现在。但是我觉得那句话有一个美中不足，就是朋友能增进快乐，增加快乐，减少痛，反正大概是个意思啊，我也没有记得清楚。他的前面那个朋友应该要加好的朋友才对。居家女友投票尽力了，但还是觉得很不安。跟大家说，成员都没有觉得不安，粉丝们不用觉得不安好吗？成员们知道你们尽力了的话，有什么好不安的吗？不安是因为没有办法看到成员，没有办法在前几位。因为这个不安还蛮正常，但是如果是不安，小偶像会不会难过？成员会不会难过的话，我是觉得不太需要啦。因为如果成员知道自己的粉丝都已经尽力在投票了，就不会，也会很开心。不管几年都很开心。大家不是在投票结束那一天，很多成员都发文发现动说，不管几名，都很谢谢大家。对，这是他们的真心话。相信自家小偶像。OK， 我在放四个月做什么事都好懒，我懂。我懂，但是不行，要上学了，该认真生活了。那也不是说暑假我不认真生活了，就是，请加油好吗？加油好吗？哎，对，是爱迪生讲的，东东很厉害哦，东东。是真的，跟他说是真的，无尾熊的脑袋是真的。为什么会看过？是因为就是看过一些介绍啊。先让我吃饭，大家可以继续打留言，但先让我吃饭好不好？我好饿哦。
今天可以，我讲什么？我希望今天的台是解忧台，但是没有忧就没有办法解，但大家也不一定要分享，那还是希望要听听大家的烦恼。在直播的时候，好不好？那也不一定要烦恼，这样好像搞得我好像想要大家很坏，很过得很不好，并没有，大家过得好才是好。嗯，世界上的好人都要过得好。韭菜应该是会让精神很好的食物，真的假的？这是有研究是吗？现在戴着还会痛吗？现在没有戴哦，现在戴着，其实戴着基本上不会痛，就痛也是，痛也是因为移动牙齿的痛。但之前那些痛是因为讲话讲太多，所以会痛，就讲话讲太多，它就是会一直摩擦到嘴巴。舌头之类的，所以就会流血这样子。谢谢东东的背包，还是要吃饭，有了还是有喝一些，牛奶，就是那种一小铝箔包装的那种牛奶。这样就不会担心输掉到底下。韭菜都会掉到我的衣服上，我现在的烦恼就是吃韭菜盒子的料一直掉出来。今天不是兔是猫，直到尾熊很弱，不知道本尾熊很笨，对，因为我看过，因为看过算是梗图嘛，反正就是有一篇文章就是在。分析尾熊，然后就是刚好有尾熊的脑的图，对，尾熊的脑长得像水滴鱼，哎，真的，就是没有脸的水滴鱼。正常来讲很难看到脑袋吧。就是会有研究嘛，研究的文章，真的，还让你好的，我也觉得。你只看过猪呢，不要这样说自己。可是猪好像还蛮聪明的耶，大家知道吗？就是
猪蛮聪明的，好像。谢谢熊熊的看好你哟、哦！谢谢大家掌声鼓励跟看好你、哦。有维生素 B， 维生素 B 是 B 群的意思吗？这样感觉脑很光滑、欸。对啊，就是伟雄的脑就是很光滑的脑。真的啦，大家可以上网查伟雄的脑，就会看到很像果冻的东西。什么意思？是打招呼的意思吗？哦、我跟大家说，我最近在听，我觉得我差不多可以恢复原状了。那我想还是想要吃完。我在想，我要吃完再恢复原状，还是现在就可以恢复原状？这是一个很好问题。
料浇到地板上，然后再卷。是什么啊？是排球少年不是都会有吗？加死之类的，加死，加死，加死。然后那画面觉得好可爱。所以你刚刚睡着了吗？你看我的直播看到睡着了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不对吧，华华，你要睡也要等看完，看我的直播再睡吧。怎么可以看我的直播看到睡着？那个要惩罚一下，那不对啊，就是第三秒。不准躺着，谁躺着看我直播？我还是要把地上捡一下，等一下。大家听得到我吃东西的声音吗？大家，你们这群伪熊，你们这群伪熊。什么东西啊！你们这群无尾熊！吵的音乐，我有播很吵的音乐，你给我觉悟好。我觉得很吵啊，就是很好听的很吵。啊，点到了，关闭火切换画面也能继续。这样会比较大声吗？这样有很大声吗？要怎样才比较大声？有点，有点，是不是？这我头好酸啊！
哎，这首很好听哎，跟大家分享我最近的爱。好快乐。哎，不要不要吸引我。不要吸引我。我是为了让你不睡着哎。不要吸引我了。主持的声音是好听的，虽然这音乐也是很好听。哎，这首很好听哎，这首是排球排哨的 BGM， 超好听，这首真的超好听的啦，救命哦，这首超好听的啦，这首叫 Monster。这首很好听哎，这首怎么可以那么好听？哦，天哪！给大家听另外一首，我最近也很喜欢。哦，这个。哦，有很多首哎。我想一下。这首超好听，这首也超好听。哦，不是这首。哪边比较大声？这里大声吗？这样子大声吗？这样子大声吗？还是这样比较大声？还是这样比较大声？这样比较大声？哪样比较大声？感觉好像在吃完了，我被凶了。低一点，这样比较大声。这样比较大声。哪样？这是在下面，这是在左边。这是在上面，这是在右边。不要惊我，大家不要惊我，大声大声。哦，好，不闹了，不闹了，不闹了，我先吃完晚餐。大家对不起，跟大家说对不起，跟大家说对不起，我吃晚餐。
听啊。怎么跟大家介绍我觉得好听的歌啦？我回复正常音乐，有什么正常音乐吗？你不要一直帮我换歌好不好？嗯，随便，应该差不多。等下我要去擦口红。正的红包，谢阿正，谢谢，谢谢阿正，你真贴心，谢阿宝，超好笑。好了，正常正常，哦耶，又拿到可爱礼物，谢谢 Rain， 喜欢。喜欢这个可爱礼物，谢谢 Rain， 谢谢。刚刚耳机党的大家说声抱歉，
我只是在介绍我觉得好听的歌给大家听啦，对，没有别的意思啦。顺便叫大家起床而已啦。你们玩 3D 环绕，播音乐给你们 3D 环绕。有那么好笑吗？很好玩呢、欸、很好玩呢、欸、看大家的反应觉得很有趣。战争的形式蛮有，对吧？是有用的吧？那人之间信任呢？有啊，你很信任我呀，我也很信任你们会戴上耳机，对吧？这才是叫真正的信任。好像是一个蛮好的 idea。大家相信我，下次握手会是不是要回？你要怎么回敬我？握手会，大家可能，大家应该没有办法让我们吓到吧？因为都听不到啊。大家还记得上次握手会吗？有机会看到全身照吗？有机会的话，要看我有没有化妆，然后有没有穿出门。谁已经醒了，很有用吧，对吧？以后叫你的家人这样叫你起床。对呀、啊，我人这么好，是找怎么样才可以让你们听得比较清楚嘛？最好音质。手动环绕一下，没错，甜美可爱的笑容治愈你的耳朵。手动我一直都最先进，好好笑。
真的假的？跟公司？你怎样？你怎么了？知道。你刚刚吓到我哎！我还以为你滚下床。我可以再大声一点吗？没有办法，我今天讲话最大声就是这样子了。反正都听不到，也太什么意思？没错，我现在是戴耳机的部分，反正都听不到，也太伤心，什么意思？并没有哦，管下的时候要问我哥哎，没有，我刚刚说，我刚刚不是以为你滚下床，反正就问说滚下床是怎样。没有，只是他就是不知道，他就很会睡。我最大是多大声哦？我怎么知道？我没有测过哎，我没有测过我的分贝。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，但是我真的不想去知道，哈哈。谢谢吉米粥的哈尼奇，谢谢。我用头发做猫耳朵，会成功吗？不会。谢谢吉米粥，谢谢。分贝王蛋，你有这感受吗？太难吧，太难吧，应该吧，太难或是家里。太难吧？啊，不对，祖族也有可能。可是祖族只是讲话比较有活力而已，好不好？我觉得太难会赢，太难会赢吧？你管下床呀？你家狗也太可怜了吧？我帮你家狗默哀三分钟，还好他现在平安无事。你要，狗的零食是什么？不知道。你要补偿它好吃的哎。哦，嗡嗡，对啦，嗡嗡也很嗡嗡也很厉害。私底下来，他私底下没有，就是普通，就是不会上大，可能就是。不会像大家想象中的那么活泼吧，就是也没有到多，没有到非常文静，不是文静，非常安静，就是正常人的感觉吗？还是我的安静太安静？我不知道哎。我跟小琴，哦，你们在说嗡嗡吗？我以为说雅恩呢。谁最安静？我。谁最安静？高觉吧。但我觉得我也，就是蛮安静。高觉真的是。法法，就是其实我们这组没有很吵啊，没有，我们这组很吵、喔，我们这组很吵哦、喔，不要怕我们，怕我们玩超好笑，大家不觉得我很聪明吗？大家
觉得我很聪明吗？我觉得我很聪明。聪明的日文是什么？我现在要学日文。突然，下礼拜生日会，那算是会算吗？就是线上生日直播。大家有看吗？我是觉得还不错啊，就是玩游戏吃蛋糕。哎，泡泡很聪明，好不好？大家，我根本是天才，想得到泡泡的话，看起来很聪明，什么意思？你们什么意思？好好讲话。啊，大蚂蚁，不是还有另外一个吗？真的有泡泡？对啊，很聪明吧？做音那个单元超有趣。是什么 coy 的？是吗？大家请不要都说卡西 coy， 对，卡西 coy， 卡西 coy， 卡西 coy。卡西扣伊，我卡西扣伊，阿达蚂蚁，卡西扣伊，泡泡花很厉害哎，泡泡花，不过我觉得，不是有什么好妈妈，好爸爸。好婆婆，什么奶粉奶粉什么啊？奶粉研究人员，什么鬼？奶粉成分研究人员还是什么的？超有趣，奶粉顾问是吗？这是什么奶粉什么的？料理什么事？很有趣、啊。但其实我们就是第一个游戏的处罚不是柠檬汁，那真的是柠檬原汁，大家真的相信我。但是因为我就是不怕酸。Zuki 是月亮，是吗？是吧？我不怕酸，不怎么怕，反而很喜欢，所以就是那时候看到那个处罚，觉得还蛮好的，就是好像输了也没关系，就是轻松玩，轻松玩，输了也很开心，因为可以喝柠檬。苦茶我可能会更怕哎、欸，比起柠檬，那柠檬可是柠檬原汁真的很好喝哎、欸。我不是拍完直播完有发限动吗？然后那限动不是有一杯柠檬原汁，我就带走，直接喝，直接开喝，原汁不会刺舌，还好哎、欸。但是我觉得还是不要喝太多比较好，因为它是其实就是你可能嘴巴不觉得酸，但是可能你的胃会有点不舒服。所以芥末呢？芥末先补，芥末头很痛。韭菜打成汁先不要哎、欸，韭菜打成汁先不要哎、欸，喝到最后其实有一点不妙的感觉，所以都没有喝。虽然我还喜欢啦，但还是缓缓，为了自己的身体，请缓缓。
缓缓呢。这首歌好听，我不知道这首歌是什么，我就是放 playlist， 然后让它播这样子。我找一下歌，等我一下。怎么跟大家说，每个就是大家只要看到 cute playlist 或是 cute music 之类的，绝对有这首。哎，到底是要听几次？要听几次啦？要听几次啦？我是不讨厌啦，但是一直听哦，就是有点小疯啊呢。嗯吼。安尼无好啦，安尼 no no 呢，直接开始抬起来，让我找，真是找不到哎，我要哭出来哟，哭出来，那也安尼。这首真的会 ，No cute， 谢谢，不要追，谢了多 cute， 神秘果好吃吗？我没有吃哎，听说不好吃我就没吃，我怕什么？好像没有哎，我怕木瓜。但我喝木瓜牛奶，这样可以吗？一直讲老板就好了，对啊。为什么泡木瓜就不喜欢？纯粹不喜欢，没有原因，还是不喜欢那个味道。谢谢们，记得 Podcast 大量发声，谢谢。喜欢这个礼物，太可爱了，谢谢。就是不喜欢 ，No reason。No reason。 那我把我头发挡长了吗？我发现了，它一直乱翘，头很痛。
力荒漫画就不会乱唱了，满地荒漫画很难乱唱好吗？满地荒漫画然后法伟会乱唱，而且我真的不喜欢地荒漫画，你要一直跟我说地荒漫画，我不喜欢地荒漫画啊。比起高霜，比起我讲什么，反正就是高霜跟低霜，我比较喜欢高霜，但是我现在也不会玩高霜，哈哈，谢谢大家。不可爱的跳，好吧，仓鼠玻璃。心如一晃。哦，没了。哎，这首是什么？我怎么会唱？莫名其妙，我怎么会唱？我吃饭就复活了，哈哈。如果加谢谢呢？加谢谢啊，考虑。如果不加谢谢，就是完全不考虑。加谢谢就是考虑这样。好讨厌什么？没有吧？没苹果。没有很喜欢苹果，就是不会特别去吃这样。谢谢蔡马逊的一封信，谢谢你。哒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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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周有什么发型吗？周想留长，但还没有想到，应该不会有什么新发型。只是为什么会想要留长呢？只是因为我想要绑马尾，但是之后也不会是马尾吧？对，只是纯粹因为自想要绑马尾而已。本来还想绑马尾啊。那这样子考虑这样。啊，现在先不要了，我现在不想吧，不想折腾我的哦。可是我可以跟大家分享，我最近学了一个，也没有学，就是有一个新发型。我最近很喜欢绑包包头，然后我学了一个可以好看的绑包包头。好，我来教大家，我还是去拿好了，好。绑的时候好看吗？什么意思？我就超开心。不要，我就不喜欢绑低霜啊！不要逼我，谢谢。苹果。喜欢青苹果还是这种苹果？喜欢青苹果。好棒，来我们高马尾。谢圆滚滚的看风信，谢圆滚滚。反正呢就是这样子绑一个低的。我现在绑的随便，因为我等一下就会拆掉。然后绑了之后呢，把这往下拉，太烦了，我当时看不到。就是给短发这种，反正就是我现在这种长度的女生特别
也没有穿设计嘛，大家不管怎样都看不到，我就直接讲，就是绑了之后，在中间开一个洞，然后呢，把马尾绕进去，然后扔进去之后呢，再拿另外一个绑头发的，然后绑起来，啊，我失败了，绑起来之后呢，它就会是一个。可爱的包包，第一的包包，它不是它的名字叫什么？它原本的名字好像叫什么忘记，温柔 bl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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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lah。反正就是你，哎，哦对对对。不会出现在头顶的包包，它就是会是低的包包，就是你绑一个猫耳朵，然后在中间颤动，然后绕进去，要绕进去啊，绕进去发尾就不会跑出来了。绕进去之后呢，再绑起来，这样子。做一个很快的包包头，就会长这样子，但我要拆掉，怎么绕？就是开一个洞，然后塞进去，就是小马尾。好了，我绑完了，教学完毕，希望各位有所收获，没有收获的话就上网查。谢谢大家。哦耶！我今天是有四个 Pocket 大浪花生，谢谢熊熊的 Pocket， 谢谢。适合劳动的时候。这是包还是扁？还是不含包扁？不懂吗？就是你就是绑一个马尾，然后你绑好马尾之后，你把发圈往下拉一点，然后这边开，你就是中间就一只手指戳进去，然后打开一个洞，然后把马尾翻进去，然后呢直接绑发圈就可以了。最多抛开你老公，我不敢这样讲，我不敢这样讲。包在后面，对啊，在这里啊，在这里，它会变这样。简单来说，它就是会变这个样子。看到了吗？它在这。OK。因为我没事不会想绑头，除非很热或什么，很热或是我想绑，或是必须要绑，我才会绑头发。但我基本上不会绑头发，就讲什么废话，就是我不太喜欢绑头发啦，因为会头皮会痛，可能我头皮很脆弱，哈哈，不喜欢绑头发。哦，可能哦，可能有点像哦，但空姐的应该会更精致、节俭、干练、干净一点。我把唐嫣的，对啊，大家可以学起来。我要留多长吗？没有想法，先留长再说，这样。没错，加油哦，怀怀加油，运找到女朋友。对啊，空姐很负责。而且他们的头发都会比我长很多，你就是短了。
过渡期，过渡期。这个地方不用这样子嘛，反正这个我要讲什么？哦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神奇的东西？太酷了吧！谢谢，我看不到它的全名，僵尸什么鬼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僵尸虫豹，这是新东西吗？谢谢小啾的僵尸虫豹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的僵尸熊抱，好可爱哦！这比原版的可爱，我觉得啦。谢谢小啾，谢。想到动画或电影很帅气的，用一根筷哦。哎，大家知道雅安姐会用笔绑头发吗？僵尸熊抱，听起来很可爱耶。僵尸熊猫，谢谢僵尸熊猫，谢谢你。会绑可爱吗？没有，我也不太会。这小偶像必备，偶像不一定要。会不太会啊，就是，其实我手算是很不巧哎，谁很会绑？我记得有人很会绑，是谁？谁啊？等一下，有一个人超会绑的。等一下，有一个成员超会绑的。因为是很久以前我请那个成员帮我绑过头发，真的很厉害，但是我忘记了。韩寒。韩寒也很会绑，但是不是韩寒。柏林不是柏林，柏林很会夹头发。是谁？谢谢金佑。哦，我早上不吃东西的时候，我会喝能量饮料。雨喵，是雨喵吗？不是吧？好像不是哎、欸。是谁啊？天哪，我真的是直接大忘特忘哎、欸。没关系，不重要。大家只要知道，你可能很多人都会绑头发。是七七吗？我忘了，我真的忘了哎，真忘记了，完全想不起来，真的非常抱歉。不是爵哥，怎么可能是爵哥？不是爵哥。是谁啊？一整天只喝一包能量果，会瘦啊，会瘦啊。这样是不太好。Hello， 抢红包的大家，祝大家都抢到红包！抢完可以去追踪一下我的 Instagram， 不去，不去也没关系啊，我也不会逼你们去，哈哈，他还是这么甜。我跟大家说，我最近终于有新的动漫进度了，终于没有只是。终于没有，只是沉，我还是沉在，
还是存在，就是我关闭了，纯粹想关，谢谢大家。有时候会开，有时候会关，基本上可能一开始发的时候会开吧，不知道，看我心情。对，但我还是存在台少中，只是有新进度的。新进度是什么呢？新进度是富豪刑警。还有 free， 但 free 我看了一两集，现在已经不知道会不会继续看一下。但是 free 的画风很好看，只是纯粹台少太可怕了。还有，我觉得这个问题啊。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没有到很好哎，因为就是我们看或不看，我不知道你问，我不知道你问这个问题是，我知道你们希望我们会看，但是我们就是要看或不看这件事情，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正面回答，而且。就是要看或不看是我们的，是我们的权利，对，就是没有说，就是怎么讲啊，好难讲，没有责怪的意思哦，没有责怪的意思，只是就是大家不管穿什么东西。不会不会，我觉得大家太就是大家一直标记或什么的都没关系，但是我觉得很好啊，就是很正常，我觉得这是追星很正常一点，是标记这种的，但是就是你标记，但是你的成人们该不该看，成人们看或不看这件事情是由我们自己决定，所以大家我们有看或什么没有看。这件事情是我们决定的，对，是我们的权利，就是大家不要太在意，标记什么的，我觉得其实没什么问题，但是我觉得就是不要要求，不要对，如果说没看到就巴拉巴拉巴拉的话，这样子就是不太好。但是标记或什么当然没什么问题，标记是很正常的吧，就是不管是我们被标记或是其他偶像都会被标记啊，所以我是觉得没什么问题。对，那如果要求一定要看或什么的就是一个问题，好吧，大家请自制，不好意思我就是回答了。表达正面的东西，其实我觉得都很好、啊，就是表达的支持或什么都是非常好的，好吗 ？OK OK。很有趣啊，对啊，
的问题吧。不然你再问一次啊，再问一次，很急的话再问一次。我最近都没看《水流成河》的动画了吗？有啊，我刚刚不是说我看了《富豪刑警》吗？跟大家说，我原本其实为什么会看《富豪刑警》，真的是一件很微妙的开始哎、欸，就是我那时候就是在看点进那个 app， 然后我想说完蛋没东西看了，又要看一次《排球少年》，因为哦，我跟大家说，因为我《排球少年》已经从就是我重看了第二次，因为我那个东京合宿那边我不是看了，东京集训那边我不是看了三次嘛，然后我好像看了第四次，然后从东京合宿那边看到最后一集，这样就是又看到稻荷期，所以就等于我后面第四季跟第三季看了两次，看了第二次，然后我已经看了第二次，我想说我到底要不要再重看一次，然后我想说。然后刚好上面推荐的就是富豪刑警，然后就点进去，然后我就开始看。但富豪刑警我现在其实还没看到很后面，那我原本以为它只是一个就是很好笑的、很荒唐、轻松的悬疑之类的，并没有。它就跟那种披着少女爱情的漫画一样，狡猾、奸诈、狡猾。没有，是我太天真，真的是。他就是有一种突然变得很突然，就是进正题的感觉吧。他就是突然一个急转弯，然后你就直接怎么都死了，这样这种感觉啦。我看的是动画版的，动画版。老板，我对方会不会就是我？你就说对方不回你啊，这样不行吗？不然你就先你再问一次，然后再跟老板说对方不回你，这样不行吗？他说谢谢王俊辉唱歌，我就在看。同学可能直接去游泳了啦，对，他直接去大海，直接去游太平洋了。大平洋是哪里？不会不会。对啊 ，Free 真的就是很女性向了，用钱包在开，没错，真的是太荒唐了，超有趣的啦，前面几，因为我觉得刚刚的问题就像是。还是要讲了，但我觉得是没什么问题哦，就是你刚刚这样子问，没什么问题，不用担心，不用担心。在影片那里是加好富豪刑警，可以看一下，还蛮有趣的。谢谢 Akira 的泡泡块头大量花生，谢谢 Akira， 谢谢。他真的是直接就是急转弯，然后就你怎么都死了在。他就是突然，他原就是原本看会觉得，这样就是普通，但是看了那个看到他要进入正题那边之后，就会吓到，想说就原本可能就是看他花钱，看他花钱，不然那部动漫就是在看他花钱呢、啊。原本就只是在看他花钱，要花得多荒唐，然后后面就是天啊，怎么花到死人了之类的，
就是吓到，哦，因为我原本以为 那些人不会消失的这么快，但殊不知就是直接消失了，而且他就是在讲科技啊，科技跟钱，这样子。阿米亚最近上没下船，我觉得跨平台是不会下船的啦。那我跟大家说，我要讲到牌照，原本以为是单纯，对，原本以为只是就是看他在花钱这样，原本只是以为他在花钱，看他花钱可以花得多荒唐。没错。跟陈子杰画风是不会差太多，是内容吧，内容差太多。可以，就是有趣的啊。可是我觉得，我之前不是有推过一部叫什么《节目笔之初》，对，那部出第二季，但我没有看第二季，因为我觉得那部好沉重啊。现在没有办法接受那么沉重的剧，就是可以看《富豪刑警》，还是其实我还没体验到《富豪刑警》的沉重，就是慢慢看，安妮，他们出很久了，出很久了吧？我记得，我现在就是在等我应啊。我一直讲这句话，不知道讲几个礼拜。但我要跟大家说，我看牌照看第二次的心得，我很多心得跟大家分享。跟大家说，牌照就是一个很恐怖的，我的刘海怎么会长这样？就是很恐怖的。跟大家说，看牌照心路历程。第一次看的时候，可能你会先锁定一两个，可能就先喜欢了一两个。然后第二次看的时候就会喜欢那一些，可能就是五六个这样一些。第三次看的时候就会是一群，第四看的时候就直接全员了啦。真的是推荐大家哎。为什么？我觉得我为什么会那么喜欢那部，是因为它的氛围吧，气氛氛围。就跟我音很像，就是那种氛围很好。真的是越看越多次，就是直接陷入越深，直接先闪人，先掉坑再说。而且就是看了越多次，会觉得他的 BGM 很好听，他的 BGM 真的很好听耶，他的。BGM 真的很好听，谢华华的告白气球，谢华华，谢谢你。他的 BGM 真的很好听耶，就是不是 OP 是 BGM， 就是我刚给大家听的那个，刚给大家洗脑的那个，真的很好听。看第二季。看第二次之后，会觉得稻荷其实很香。稻荷其实音乐太好听了，但对他印象不好。什么意思？不要这样子，不要这样子，讨厌好音乐。好音乐是不会这样子就被讨厌的啦，不要这样子啦。Give it away. Live here to save me from tears.
give it to someone special。而且就是很好听啊，就是很好听。我现在读书都听那个。而且那个很，因为它没有歌词嘛，就比较容易集中精神。虽然它很燃，但也是很好听，就是反正就是很推。它的应援歌超好听的，就是管弦乐的那个应援歌很好听，推。每个礼拜都要推跟大家去看排球少年，大家敢去看排球少年好吗？我觉得就算不是女生看也会很爱，真的。而且我就是最近在听。カラスの高校放送部，就是他们的声优的那种 radio， 也是很有趣。因为我没有全部听的，就是算学习日文嘛，可以这样说，就是慢慢就是边听这样子，猛听。直接开始唠台语，还是现在用台语讲话？对，广播声没错，就是真的很有趣，就是很有趣。好可怕，我怎么会这么喜欢这部动漫，怎么会这么可怕，真的是很赞耶，真的是有个推，他帮我送的也是黑历史制造机，好像是哦，很好笑耶，而且他还会被小音会出现 HiQ 的声音，就是最近的动漫，对动漫啊，有看几部漫画，还不错，但是我看基本上就是都是很少女漫的，但它有些就是有那种养宠物的，大家有看过吗？有一个养宠物的。人，然后把他跟宠物的那个画成漫画，就很疗愈。什么不太懂养猫之类的，爸爸。哦，然后我最近看了一部漫画是，哦，那只猫变成很大只，就是跟人一样大只，然后就是那只猫。就是会做家事，就是有点类似管保姆的感觉，然后再照顾主人，然后主人就是出外工作，然后回家就当废人，也是很有趣。然后哦，最近有很多那种厌世题材的，我不知道哎，我觉得蛮多就是厌世题材的漫画，但是其实那个厌世题材的漫画，就是它。的内容很激励人心，我觉得很有趣的，就是这种题材，叫什么？什么废人老师跟什么什么 JK， 大家可以去看，那一部蛮红的，那一部里面有，就是他就是很厌世，但是他又。还蛮激励人心，就是会给你一些力量，大家可以去看。还有最近好像没了，就这样。
苏打水的太奶，对吧？超可爱的，就是最近比较看养动物、养宠物的漫画。之前穿排球的衣服被男店员打，好像喜欢，对吧？这不就是不分男女，绝对不，真的是不分男女老少都会喜欢的，我觉得。虽然我妈都看到睡着。我看第二次的时候，跟她说我看第二次的时候，因为我会放头放在电视上面看，然后我妈就会坐在沙发上，然后我就一直跟她说，你看很可爱吧，很可爱吧，很可爱吧，很好看耶之类的，然后她就看到睡着，就好吧。就是想获得力量的话，我觉得看动漫就是自己换猫砂。对，推开永远都如此困难，真的难过。我觉得看动漫就是一种，其实也可以说是，就是有一种防空洞的感觉吧，就是它让你去别的世界旅游的感觉。对我来说，就是追剧、看漫画什么的，就是带你去别的世界旅游的感觉。喜欢旅游的人应该都会喜欢看动漫吧？我自己就是不想，就是你可以去别的世界看看，会觉得很有趣。看偶像，看偶像，我觉得比较没有。看偶像也是一个防空洞，但是偶像不是那种，就是。就是去旅游的感觉，开店，对啊，他就是不是旅游的感觉，懂吗？得到心灵上的满足，没错。拍中照会，虽然想吐槽你也太闲了吧，但是心灵上的满足，好不好？可以理解。很多本来不会去的地方。像是哪里？说很有趣啊，很有趣，非常有趣。这首很推，给大家听这首。这首很好听耶，虽然这首，给大家听这首，这首真的很好听。找一下，找不到啦，一直不让我查。为什么找不到嘞？好像要换一个 app。等一下哦，希望我的手机不会跟大家说再见。我的手机，咦？
这首，这首很好听，给大家听。少女风的下午茶，我觉得很好啊，可以去吃美食，有何不可，非常不错。小偶像带大家去吃美食。哎，可是茶园这边真的很棒哎，真的很不错。就是如果是以我们那天的季节，我们那天的天气去的话，很棒，就是那种烟雾云雾缭绕，真的很像在仙境的感觉。然后树的旁边都有云雾，然后旁边的房子就是那种小木屋啊，很像童话里的房子。很好听，这首叫红色 ，no。就打红色战争就有了，但是是日文哦，安妮，很有趣哎，这样很有趣，不会啦，你们可以穿的欧夏嘞，你们穿的欧夏嘞，当人家型男，当一日型男，不错吧，穿着型男去就没有问题了，你要想着自己是型男就是型男，知道吗？天哪，我真的是一本正经。睁眼说瞎话，没有了，开玩笑的啦。所以我说我是一本正经，睁眼说瞎话，没有吗？开玩笑的啦。不会啦，这也是一种新的体验呢、啊，新的体验。一本正经讲，大家不要这么传神嘛。红色为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它的红是彩虹的那个红，我刚刚没讲清楚。彩虹的红，彩虹的红。然后再做我自己的日记。那你也可以拍到一片很绿的，也是非常的美丽呀、啊。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的美，这样。好听就会觉得好听。
我今天本来要给大家听一首新歌，先切给大家听一首新歌，跟大家推广一下。这首啊，我等下放，我等下放在限动哈，等下放限动。手机请保持干净，好吗？一直换歌，你要关播了。真的，对，可是现在很多好听的歌都是，我觉得是，怎么讲啊？反正这首就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 ，Justin Bieber， 对 ，Justin Bieber 的歌，就是好歌。好念榜了，大家。我今天从第十名开始念，第十名是袁滚滚，谢谢袁滚滚。第九名是傅维，谢谢傅维。第八名是草莓酱，谢谢草莓酱。第七名是熊熊，谢谢熊熊。第六名是 Rain， 哇，我直接很吵。第六名是 Rain， 谢谢 Rain。第五名是马尔济，谢谢马尔济，谢谢。第四名是阿基拉，谢谢阿基拉。第三名是华华，谢谢华华，谢谢。第二名是我的歌是哪一首？哦，好。第二名是吉米粥，谢谢吉米粥，谢谢吉米粥，谢谢你。第一名是小猪，谢谢小猪，谢谢你的那个叫什么僵尸熊猫，谢谢小猪，谢谢。谢谢你，谢谢大家。Good for you， 那 Good for you。我想唱歌，我找一下有没有歌可以我唱，还是大家要我唱歌？我找什么歌？我记得，我想一下，那首叫什么？还没掰。
我今天可以再播两分钟，我再播两分钟好了。这要唱什么？我想一下。好问题哦。你知道什么啊？是叫什么？现在有什么歌啊？我对现在的歌好像都没什么，我现在都没有在听中文歌，但还是想要先听中文歌。我要再讲什么？那个叫什么？忘记了，忘记了。大家有推歌吗？好矛盾。对啊，就想唱中文歌，但是没有中文歌可以唱。我现在连他的歌词我都想不起来，我真的有个糟糕。还是我放弃啊？放弃好了，放弃好了。不然我现在查，现在速查看有没有歌。速查。有什么歌？没有歌 ，no， 想歌，但是想歌想两分钟，直接不用唱，笑死。不要再105度了，一直唱，一直看到105度，不要再105度了。什么啦？什么？这首叫什么啊？不要公演，大家平常不是平常了，大家公演的时候就听得到啦。对啊，这样就没有，真没有，就不有趣了，好吗？不要，那首叫什么？什么？算了，我最近真的是想不到哎、欸，直接想不到哎、欸。怎么一堆105度啦？还是不要105度好了，我们还是关播好了。唱不要好了，不要。哎、欸，不要，不是有一首很红的吗？很久以前。好，直接下播啦，不勉强好了。有谢谢歌吗？现在查。那首歌好像什么啊？我真的是忘记了。谢谢歌感觉听起来就超难听的、啊。有谢谢儿歌，听我说谢谢，有一首歌叫听我说谢谢，听我说谢谢你，是什么剧的歌吗？哦，有一首歌叫谢谢你，有一首歌叫谢谢，有叫谢谢的歌。好。都不会唱，谢谢大家。对啊，谢谢歌感觉就很有趣。好，如果下次下礼拜直播想到我到底想唱什么歌，再唱给大家听。那今天直播就到这里啦，我们公演还有下礼拜直播见，拜拜。拜拜，再见。